收看小森日记之琴声会友。今集为大家送上的钢琴音乐是香港著名歌手陈奕迅的代表作之一《浮夸》，由香港作曲家姜志仁作曲，知名填词人黄伟文作词，收录于2005年发行的粤语专辑《U87》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传唱度。《浮夸》以小人物的心态刻画出小人物不被重视，一辈子平凡却又想不平凡，但却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，越心酸越难过越郁郁不得志，便从委屈到怨恨的形象。浮夸的曲名原来叫 Depression， 是姜志仁 CY 控于2003年4月1日在伦敦听到好友葛格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，表达他听到消息时的震撼、悲痛和不解。我们都知道 CY 对葛格复出后来的音乐影响甚大，二人也多次合作， CY 加林夕加葛格的组合被奉为经典， CY 地曲是很符合葛格后期的风格的，二人在生活中也是很好的朋友。 CY 在听到葛格去世的消息写下的这首 Depression 来表达失去好友的悲痛，听到消息时的震撼，以及对葛格选择离开表示不解。后来 Eason 出碟选中此曲，没想到黄伟文填的词却与 CY 的初衷大相径庭，但是后来因为已经与葛格去世相隔一段时间， CY 也觉得不想就是重提引发悲痛情绪， Eason 也觉得黄伟文的词很适合自己，于是这首 Depression 就成了我们后来听到的浮夸。接下来请大家细心欣赏浮夸钢琴简谱弹奏版。
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. Please subscribe to me.